全国的民众能够介绍台南最优质的大白柚。继文旦之后，台南是文旦的最大产地之后呢，其实我们的大白柚也是全国最大的产地。文旦跟大白柚看起来一样，但是口感内容完全不一样。那我想很多大白柚值得大家来品尝。但是以前文旦看到的是这个当水果比较多，大白柚看到的也是当水果，过去都是这样。但是今天我们看到许许多多台南一流的主厨能够把大白柚转化成为入菜，那这样子的话一定可以增加更多好朋友对于大白柚的认识了解，进而喜爱它。我们期待各位好朋友来欣赏品尝，来我们台南市这六家大饭店还有很多地方可以品尝到最优质的大白柚料理，欢迎大家来台南。谢谢。好 ，OK。